估计要到最后要是这样的话，一定是秦霄贤分数会最高，因为他现场观众会左右最后那个投票。哟，您操控不了啊？我一会儿就先封杀他，我让演出部给他打一电话，叫他回家啊。小月，你这叫才叫黑幕呢。对，你这一拱火，我就听你的啊，导演。那现在就进入一个很关键的环节了。哟，坏了啊！那就现在每人挨个出去说一下你心目当中这次节目的排名。这个票数决定性非常大。那你说吧，谁出去？快啊！我先出去。你先出去，快！现在就去。我这不是想出去，把你认为当中的他们当中的座次写出来，然后留在外边。啊，那我就有点造次了吧。他是这样的啊，他们在那头，咱们现在呢也干一会儿，别闲着。嗯，我有几张卡片，咱们抽一下，抽一下上面的数字，看看一会儿跟他们那个能否对得上。好，您比如说您抽了一个二，嗯，哎，这二呢，他那一会儿显示是烧饼，那您今天就对烧饼下手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你先来吧，挨着近啊。盲抽，盲抽，对。就这个吧，哎，这不在于你忙不忙，你知道吗？他那边跟我没关系，其实随便来一张。哟，第四，是吧？嗯嘞，来儿子。哎呦呵，我了不得了，发了财了。我呀，哎，我得来一个，我来这个吧。哎，那么出来，哟，第二个行。嘿，我来是最后一个吧。您可太黑幕了，您这个。本节目最终解释权归郭德纲所有。